头头是道，猛狮战报，光头给你报一报。大家好，我光头了，欢迎来到头头是道。那先来讲两个活动的讯息哈、哦。第一个就是我们在 IG 哦，有跟鼎新和德还有接棒未来一起合作的一个中华职棒34年魏全龙主场开幕战的门票，那我们会赠送2张门票、哦、给10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那方法很简单的，就上我们的 IG 去追踪我们的 IG 啊，另外还要追踪接棒未来女子棒球队的 IG。那在那一篇写下要先点爱心，那留言写跟大叔一起关心基层接棒未来，还要打一个按赞，那并且标注一个朋友，那分享到现实动态，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抽奖哦。那这个会一直到3月25号。的中午，所以今天节目上线应该还来得及去留言哦。现在蛮多人去留言的，所以就尽快。那另外的话，很多这个番薯粉跟我们敲碗说，诶，想要做以前的大叔野球53的这个棒球帽，那是不是可以再加开一次购买？那因为我们知道吗，这个帽子要做一次就要有一定的量啦，所以我们就是如果有满15顶的话，那我们就会一起做、哦。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上我们的那个社团，或者是在我们的 IG 上面，我们都有写哦。就是去那边有一个连结，去填写表单，并且汇款给我们果蝇大。那收到款项之后，如果满15顶，我们就会开始制作了。那如果3月底前没有到达这个数量，我们也会无条件退款给各位。好、哦，所以不用担心。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那来戴上这个543的棒球帽了。来到了猛狮战报哈，那上一周的话就是进行了官办的热身赛，那我们进行了3场的比赛啦，我们就一一的来看一下这些比赛啦。好，第一场比赛啊，我们对上的魏全龙队哈，那布雷克先发主投，前3局是投得相当不错啦，那不过在第4局的时候，保送啊安打一直连发，那球路也偏高、哦、单局就失了6分。那接手的狮子谦也投的不是很理想哦，总共投 1.2 局被敲了3安打，是1分。那不过接下来的王敬敏、刘轩达都投的还算不错啦。那不过这一场的话，我们的打击严重熄火、哦、那面对魏全龙的投手群，只有苏志杰跟张胜豪2位击出安打，那最终呢，我们就以0-8吞下了热身赛的第1败。好，那到了隔天呢，对上了乐天桃园队啦，那是由柯维斯先发，柯维斯的话投4局哦，被敲4安，失2分，算是表现还不错。那接手的李奇峰啊、林元玉、江成峰、李博怀，那都算是表现不错、哦、而且队友的守备也相当赞助，都没有失分啦。那我们的陈英文状况好像没有这么好，但是还是能够压制住，最后没有失分。那这场比赛的话，打击的话只有靖凯的2安打，那账面其实只有3支安打、哦、所以也算是打起熄火啦。最终我们就是以2-0连续2场遭受到完封哦。好，那接着下来到了第3场比赛，又是对上了乐天桃园啦。那这场比赛罗阳先发 3.2 局被打3支安打，虽然投了比较多的球数，但是没有失分。牛棚部分呢，哎，方振德被打了3支安打，11分。那另外的话，王敬敏、刘轩达、刘宇成、郑浩君都没有失分。那打击的话，这一场就表现相当不错啦，蛮多人有安打出现了，全场打出14支安打。那包括靠着原队单场的6次失误、哦、攻下10分。中场我们10-1拿下了官办热身赛的首胜哦。那这也是这3场比赛唯一的一胜。那看起来以3场比赛看下来、哦、感觉好像打击不错，但实际上
也只有最后一场发挥啦。那真的算是打得比较好，大概就是林黛安哦，打击虽然只有5-2的表现，但是看得出来他的击球都算是相当扎实。那另外的话，林子豪也算是表现还不错，那其他就有待加强咯齁，那就要继续加油。那投手部分的话，比较要担心的应该是布雷克啦哦，因为有一举报的问题嘛，那再加上他是伤愈复出的，所以看起来球速似乎是没有到非常的出色哦，最高球速只有到达145，跟他巅峰的150以上的球速算是有一点点落差啦。那其他的话算是大致上都算是调整的差不多了，包括罗昂包括克维斯都算是还算是不错的投手，所以现在看起来三洋投目前就是布雷克暂时看起来调整还没有到这么优秀啦，不过齁还有大概1周多的时间可以去调整。那讲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赛事齁，在3月21号也就是节目上线这天开始，一连5天哦，一连5天有4场的比赛啊，分别是21、22，是在澄清湖对上中兴兄弟，休一天之后在24跟25在嘉义市对上了富邦悍将，那休了一天之后礼拜一的时候会在澄清湖再连续2场对上了台钢，最后一场在3月29号是在斗六棒球场对上了魏全龙，这就是接下来剩下的热身赛比赛了。那我们节目的话预计的话就这几场热身赛结束之后，在比赛开赛前哦，正赛开赛前我们会再做一次的投手试，再做一次投手试到了哦。那接下来进入到了正赛开始，我就会在每周的持续更新了，那就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追踪我们的投手试到了，好不好？好了，那节目到最后了，就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啦。各位，强势来袭 ，Let's up，See you。上会爱棒球的心拢无变，统一赛用冠军的梦想，交予咱斗阵收获。踮到你我冠军，希望有你，强势来袭，有你，做伙真正唱出美丽歌声，有你，有你，有你，勇敢向前。希望有你，强势来。